家人们，早上好哦。早上要跟家人们来分享一个精品的一个寿山石的一个巧色哦，巧色善博哦，巧色善博的一个。瓷壶哦，瓷壶的一个印章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俏色巧雕的这个扇博哦，上面这个作者哦，运用这个巧色来给它巧雕成一只瓷壶哦，这个。瓷壶的这个形态哦，非常的霸气哦，这个线条哦，非常的流畅哦，线条非常流畅，整个印面的这个精髓就在这个瓷壶这个上面哦。俏色巧雕可以说运用的淋漓尽致哦。那么瓷壶的这个形态也是惟妙惟肖哦，惟妙惟肖。然后把这个瓷壶的这个动态哦，还有这个流线的这个线条美哦，都给它雕出。非常好的这个工艺哦。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石材的这个质地也是非常温润哈，非常温润，非常细腻哦，质地非常细腻。整个印面尺寸相当大哦，而这个瓷壶的这个形态也非常霸气哦。非常霸气，是一方不可多得的哈，一方不可多得的一个收藏级啊，收藏级的一个印面一个大印材有喜欢的家人们有喜欢的家人们可以多多来关注关注我们。那就先为家人们介绍到这里感谢家人们的欣赏。